在远距教学时代，那个录音的重要性，那很多老师的麦克风并没有收音很好，或者是说噪音很大，或是收音很小声。那在学校没有配给你设备之前，或者没有配给你好的设备之前，那我们可以怎么处理？那各位可以听到我现在的声音应该是蛮清楚的，我现在是透过这一支很便宜的对岸淘回来的麦克风，那它是有它是电容式的麦克风，那电容式的麦克风它的收音的灵敏度是很高的，但为什么那么清楚没有环境音，是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它是硬体自带降噪，也就是说它的硬体里面是已经把那个降噪的功能含在里面，所以我现在是直接开启降噪的功能。那我又把降噪的功能给关掉，各位听一下。好，这个是现场真实的声音，那电容式麦克风非常灵敏，所以你应该会听到这个办公室会有一些环境音，低频的环境音，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按按键啊，按滑鼠，或是办公室同仁讲话的声音，好，那我现在把那个静音的功能给开起来，好，那个降噪的功能给开起来，好，那么现在是开起来的状态，那所以各位应该可以听得到那个环境的杂音，大部分被滤掉了，就会比较剩下老师干净的声音。那是蛮推荐各位使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收音品质的麦克风，你的学生在远距上课其实是蛮辛苦的，或是你录的录影，你的线上的影片那个声音就轰轰轰轰这样子，就会让人家受不了，不想看。那所以有一支好的麦克风，带降噪的麦克风其实是蛮重要的。那话说回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麦克风怎么办？其实在线上录课的时候，如果你是录影录课的时候，那我们会启用 OBS 这个软体。那 OBS 它自己本身有自带声音滤镜，自带声音滤镜，那它是可以把这个你原来没有降噪功能的很普通的麦克风，或者是那个笔电收音很小声的麦克风，很烂的麦克风，帮你做一个升级，利用你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帮你做升级。那这几个，这边有四个比较我们常用的降噪的滤镜，就是那个麦克风声音的滤镜。那这个滤镜呢，等一下我会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是杂讯抑制，我这个是按照我们使用的程度，就是最常用的我摆在前面了，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杂讯抑制功能，那其实就是 AI 降噪，所以你硬体如果没有，那你可以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再来就是增益，就是通常那个笔电的自带麦克风那个声音录起来是很小声的，或者你是动圈式的，就是动圈式的声音它是比较适合录人声，但是它会把环境音给降低，它人声放大，但是这种麦克风你的老师讲话的声音要大声一点，它才收进去会比较大声，不然的话呢，老师就是收进去的声音就会很小声，那你的喉咙就会很不舒服，一整天上课下来。那第三个叫限制器，那限制器是我们有时候录音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突然某些动作产生一些噪音，那这个噪音可能会在收音的时候会破音，那破音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在收音上面那个听的人会突然吓一跳，或者是伤害你的耳朵耳膜，所以这是可以设定上限的一个控制的外挂。那另外一个叫噪音域，那这个噪音域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除了它自动 AI 降噪的部分没有办法处理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噪音，比如说键盘啊、滑鼠这种敲击的声音，
那或者一些电流的低频高频的这种声音，那你要在这上面没有办法去过滤掉的，那可是它的声音又不会很大，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噪音域去做一个设定，那这个设定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好，要测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各位实际操作一下。各位，你的 OBS 里面哈，你要录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注意到这，就是录音的时候会收音的部分，会先注意到这个区域哈。那这个区域就是控制你的音效收音的部分。那如果你的电脑很多麦克风，那你可能要在设定这边先在属性上面先确认一下你的收音麦克风是哪一支。那通常呢，如果你笔电就会有一个内建的自带的麦克风，然后你如果在外加一个 USB 的麦克风，那这边又会多一个，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去做选择。那尽量不要用预设，因为预设有时候电脑会抓错麦克风，那抓错麦克风效果就会打折扣。那第二个你要注意的是，你可以测试一下你讲话的声音，就是正常讲话要录课的声音。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亮的颜色，如果说都已经跑到红色这边了，那就表示你这个声音太大声，那声音太大声的话，要么就是你在这边，这边这一个喇叭直接往下调，或者你在那个等一下的外挂里面直接加限制器，那它就会控制你。声音就不会跑到红色那边，避免产生爆音哈。那我这边呢，就因为我等一下会在剪辑那边做处理，所以我这边就不特别去处理哈，这样维持一定的音量。那所以通常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会希望你录音的声音是在黄色，顶多最大声到黄色区域，不要到红色区域哈。所以你去测试麦克风，你会发现电容麦克风比较容易跑到很右边，但是电感式的麦克风通常会在左边而已，所以会需要比较大声哈。好，所以这个是等一下调整的时候会留一个地方。好，那所以现在要进入重点哈。刚刚我们讲的四个外挂哈，那外挂的选项是在设定这边哈，设定这边有一个滤镜。当你选到正确麦克风之后，那我们要去开滤镜，开滤镜。好，那滤镜这边呢目前是空的哈，就是我没有目前没有使用这个 OBS 的软体滤镜的部分。好，那所以如果你的麦克风没有自带降噪功能，那我们就要去开启这个降噪功能的滤镜。好，所以你就在这边加，或者在空白黑色的地方按新增，按右键然后新增，好，这里也可以。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第一个最常用的杂讯抑制就是 AI 降噪，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点选杂讯抑制，那你可以取一个名称，按确定，那这边不用去做选择了，就原来预设的就可以了，预设的就可以。好，那么当你把这个功能开启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加进来之后，你的电脑这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启杂讯抑制的功能。好，那为让各位分辨呢，我现在先把那个我硬体的杂讯抑制先给关掉，硬体的那个 AI 降噪先关掉。好，那这个是真实情况下，在麦克风没有使用硬体降噪，那可是你的 OBS 开启了硬体降噪的录音的效果。好，那你可以听听看这样的一个声音。好，我还是在办公室啊，还是有一些背景的噪音哈。好，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利用 OBS 降噪的一个效果。好，那么现在我如果把它拿掉，好，我如果把这个杂讯抑制拿掉，好，那我现在讲话的效果也是同样在刚刚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背景音或者键盘敲击，或是说风扇啊，或是可能有同事在讲话的声音，应该都可以听得稍微听得到了哈。好，那这是没有开启
那个滤镜的部分。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我还是把滤镜开起来哈。好，那所以我把这个滤镜给打开，达讯抑制，好，打开了哈。好，所以现在听起来应该就会，环境音会稍微降低哈，会降低，会有一点降噪的效果。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第二个哈，就是第二个呢是你的麦克风哈，如果是那种笔电内建的麦克风，好，那我们就会使用到增益的部分，好，增益的部分，那这个增益的部分就是放大的功能，放大的功能，所以我们一样给它取一个名称，那这边就可以去做调整，好，所以往右边呢是变大声，好，所以你现在听我讲话声应该会一直变大声哈，好，那往左边呢是缩小，好，把声音变小声哈。好，那这个部分我这边就不调整了齁，把它跑回来到内定值齁。那所以如果你的麦克风总是很小声齁，或者你用的是动圈式或者是笔电的麦克风，那你可以在这边把声音调大。那调大到什么样的状态呢？调大到你的声音齁会落在这个黄线区，绿色跟黄色落在这个区域。那基本上就 OK 了，好，就 OK 了。好，那这个是增益的部分。那第三个叫做限制器。啊，你看我现在我电感麦克风收音实在太好了，都已经到红色那边去，都爆音了哈。那么所以我把限制器打开。好，限制器。那加了限制器之后呢，这边会限制这边会设定一个值哈。那这个值呢，你看一下这边，这个就是 dB 哈，往最左边是负60 dB 啊，最右边是0哈。那个破音区域，红色的区域大概是在负8左右。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声音会超过这个区域，那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在负8。我看，好，把它设定在负8。那你设定在负八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大声，它都不会超过负八。好，我试一下哈。好，我讲话很大声，很大声，可是它都没有超过负八。好，所以这个是限制器的功能，好，可以避免你破音，好，避免你破音。好，那这是第三个常用的功能哈。那再来第四个。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是噪音域哈，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哈，就是它的控制设定上面比较复杂，那也不是很复杂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个噪音域的功用是说，你现在我如果调得很高，你应该会听到我的声音断断续续。好，我先把它降下来哈，再跟各位说明。好，那这个噪音域的功能是说呢，好，刚刚我调得很高，各位应该听到我的声音断断续续哈。那我现在把它降下来，方便我跟各位做说明。好，那噪音域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底噪的声音，它可能在这个附近在漂移，它就是有一些噪音。那这些噪音呢，你已经开了杂讯抑制还滤不掉。比如说键盘敲击的声音，那我们通常呢就会开启噪音域，然后开噪音域的时候，我们会先在还没开之前哈，还没开之前我们先测试一下，我先把它关掉。在还没开之前呢，我们会先测试一下那个噪音哈，比如说键盘的声音、滑鼠的声音。好，那你刚刚按了一下滑鼠，你会发现它好像没有超过负40，对不对？没有超过负40哈。那我要先讲一下，那噪音域的，如果你设定超过中间一半哈，你的收音就会因为你的前面讲声音可能太小声，它就会直接把你切掉。那所以这个使用上尽量不要超过一半。那刚刚我们的滑鼠呢，按键的声音是比较没有超过负40。的部分，
好，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开启噪音域的功能，噪音域，好，那开启噪音域之后呢，它是这样子哈，就是你这边设定的这个 dB 值，如果在这个 dB 值，你的临界值以下的声音，它会全部不收，啊，全部不收。那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些刚刚讲那些键盘的声音、滑鼠的声音，它是你的杂讯抑制 AI 降噪的部分去不掉的，那但是它又没有很大声啊，可能在负40以下的，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噪音域的设定。啊，那我们刚刚有试了一下哈，那个声音大概在负40以下。然后这个开启阀值呢，就是说你超过多少就会开始再度收音啊。啊，所以我们通常会大概多一多二啦啊。多一多二。那所以你开启噪音域之后啊，你讲话的声音如果或者是说你的环境声音低于这个负 40dB, 它就一律不收。所以我现在先不讲话，然后等一下按滑鼠。好，我想你应该没有听到声音了哈，但是我有按滑鼠哈，所以它是在负40dB 以下，它就会全部都不收哈。那所以你那个噪音域，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开高啊，因为开高的话，你的声音刚比如说刚开始讲话讲出来那个声音，或者与那个讲话的结尾那个声音变小声了，它就会帮你切掉哈。所以使用噪音域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啊，要特别的留意。好，以上这四个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啊，尤其是前三个了哈，前三个是我们在一般如果你的麦克风没有很好的时候，我又希望得到一个良好的收音状况，我们会使用的一个 OBS 的声音滤镜。好，那前提是你是要做录影或串流输出啊，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没有啊，你是在做这个Meet 上课啊，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声音再变成另外一个音源的部分，那所以你的 Meet 上课是没有办法用 OBS 的滤镜去做处理的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好，那当然如果也有这样功能的东西啦哈，你可以去试试看。软体式的 AI 降噪，那它是帮你的麦克风直接做了 AI 的处理，那你不管用 Meet 上课或是用其他的视讯软体直接去提取这边的音效，它就会经过就是已经经过处理后的音效。好，以上是今天讲的 OBS 的这个声音滤镜的部分，感谢各位。